遗了，遗捏了，不是呗？遗失啊，遗了，你又在重复，没事。善恶之报，完整版出来了，你还遗了？有道是，夜静台前显罪孽，曹宇安，洋人作恶受严刑。宜春自古被用传闻，为什么他男子一定要做这么说？我亲耳听了，东帝他老人家说，张阿伯总是仗着于婶孤儿寡母，门当户薄。刷一下，什么人？谁？他们家的粮是眼睛？谁罪？不过他都不叫眼睛啊，小少爷，我敢说，他太别声音的，你千万得在东帝大人。嗯，我到底是哪一个？这怎么读啊？路叉。今日就请说到这儿了吧。咱家小少爷不愧是鬼帝次子，鬼帝次子不敢近身，哎，可不是吗？哇，真的吗？要么说呀，他吹水吧了吧？积德行善。哎，小少爷，那我们先下去干活了。他去过王死城没？都散了吧。是从我这边听的吧？原来这么鬼。倘若事先知道你这般满口鬼话，那符水就应当多烧一碗。你干嘛总是骂我？但话虽如此，陆医生每日不辞劳苦，上门帮我治疗眼睛。治疗眼睛？为什么？你救人莽撞，双目被肾气侵蚀，宜川只有我可医。贵府托我登门，做一桩生计吧。是不是没想前面的故事？算了算了，哪有故事啊？完全不认识这个人呢，却还发生这般荒唐的事。如果我这个当哥哥的都护不住他，那等我成了鬼，哪有什么脸去见他和二姐呢？哥，病愈不久，这个又谁来了？你看，多思无虑。这是完整版的人体大，我听着。那种古代游侠游戏这样。即便不是为着医病，今后若有闲暇，也可以像前些日那样来乔府找我。无功不受禄，如何教我短吃你的？哪里的话，我们不是朋友吗？再者，你可以讲讲王死城的事啊，鬼鬼神神之类的。我是个道士，我是医者，不是教我是医者。这况且他是医生，竟然我发现因果。他刚才已经讲了六个小时，你到底有没有看？可是我上次玩，他不是医生吗？用借水行船，他是什么什么长什么人吗？亲眼目睹此番谬事，对吧？你想起了吗？发布旨，更觉心惊。下庄姊妹皆被这些阴心糟粕所。大丁，鬼城之事，你还记得多少？大抵上都记不起来，从小去过鬼城，总是忘事。我从小便这样，但是手中只有一封书函。大便的时候也会这样吗？不是，是看哦。心情一定很难受。上面记忆脱身，便莫再纠缠此事。你可以给我快点，游戏开始吗？不可以。我已经看了半个小时的剧情了。对，乔公子，乔姑娘，告辞。有劳陆医生了。他在那饼来耶，我不可以吃一口吗？那上位位高权重。我自然知道，我自然知道，这次算是侥幸，我们活着离开了。我们活着离开了，下次呢？都没有玩到他们两个故事。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倘若不搞个明白，定然不得安宁。我定会查清楚这件事，给你讨个公道回来。上位指名的是我，逃婚的也是我，即便要查，也该我去查才是。不懂他逃婚的故事。眼下你只管在府上安心，也不知道怎么我突然间忙了。小荣。你怎么忽然同我见外起来了？叫人怪不适应。哥，我只是担心。倘若前路开阔，我们只管携手并进就是。若是前路凶险，我又怎能让你一人独行？我不会有事的，你放心。那或许我们可以先去白鹿巷的米铺，看看有没有小米的消息。那咱们一起去吧。要先玩回门呐、这有个门。要先开门呢、出不到，出了三年他才有。顺仪啊，长姐平日总喜欢坐在这里，所以这个女子就是上次我们玩的女子。不是吧？是乔龙咩？是咩？他哥哥有来救他咩？没有，哥哥死了。2026年16了，这个可以走了吧？
白鹿巷。嗯，说好都过瘾啊，这个人是 happy happy 的游戏。为什么还要这样闪两下？啊，怎么要吃这个？这是米铺吗？不是吧？哎呦，那乔家的小女儿名义上是养女，实际上啊是童养媳呢。讲坏话哎？可不是嘛，这毕竟乔府的公子哥也是个罕见的阴病。阴病，阴命。你才阴病。冥冥之中有一种山雨欲来的不安感。不完整摆很多地方了啊。对啊，一定哦。多的人呢、啊？收钱了哎，但是又白鹿巷，我收钱以为不用退款啦、啊？因为还要花多一点点时间才可以让你不退款。这把年代好像古时候又不像古时候，又有一点潮。并没有潮，潮只是那个封面。我不潮呗。不潮。雨是蛮安静啊。门被锁上了，要查看屋内吗？是。呀。小米呀，小米。劝你善良。还要飞过来啊、哦？等。他非要绕一圈。我一早不拍，迟不拍，过后才拍。哥，里面有人在吗？好像有人在、啊。好像有位姑娘的身影。她穿着红色衣。真的吗？我也不确定，兴许是我看错了吧。小荣，咱们去找巷口那位老伯打听打听吧。巷口那位，不然我要走进去。知道。巷口是哪里？在前面，还是这边？还是这边？不知道。老前辈，啊，这是老前辈啊！老板为何不在家中？若是外出，可有提过何日回来啊？哎呦，这不是乔家少爷吗？您还不知道呢？那铺子里原有个给人看事的米婆，独自后来不知怎么着，竟死了一个。对啊，她的姐姐不是还死吗？过多久啊？姐姐吗？那老米婆就已经剩下一个女娃娃，孤苦伶仃的。恐怕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哟。原来是这样，哎，客气了，乔少。小荣，别难过了，作恶多端之人必是恶果。今时今日，皆是他咎由自取，是他应得的报应。生死有命，我明白的。我倒是不信什么生死有命。生路都是真的吗？事已至此，便不再说什么黄姑娘吉人自有天相这般套话了。我本身这个是前面呢、啊、他刚才日期是写几时？这是后面啊，他已经遇难了啊。什么？哥哥。对呀、啊。你知道？我们能不能想个法子进入里头？小米的遗物。我想将小米的遗物还回去。他不见了吗？也算是叫他魂归。他不是你忘记了吗？他那时候我和他被追的时候，他不是被那个东西抓走了。咱们可以试试。他还推我，他还出卖我呢。看看有没有什么旁门。你已经忘记了？哪里可能呢？我还记得呢。是你呢？这游戏不是叫回门吗？等等。嗯。翻过去可以啊，挺矮的。哇，还可以这个操作。不。哇，很快的速度。我觉得不乐观。不是写那边没？继续开门了。对，这个米缸。等等。腐臭味，里面酿了什么？酿了那个婆婆啊，不是？她这么阳光普照，不会有鬼的吧？吓我了吧？因为你要进去啊。进不去啊。我想在这里哦，将小米的遗物烧掉。不能都烧人家东西。这边烧人家东西，然后跑进人家家，啊，放这里是吧？干哪个？嗯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你为什么杀我的东西呀、啊？你怎么了？眼睛上了又不舒服了吗？没事。他看到了，被烟熏着了。开、啊、小心！哇哦！哇哦！是什么？怎么了？哎呀，我的手挡住了。Stop！ 是因为我的眼睛吗？方才似乎有一位身着嫁衣的少女站在树下，且去看看吧。转头就看到了，还要且去。喂，你干嘛？
钥匙。噔噔噔，还可以开那个门呢。进去哦。是引我们进去。哇，怎么亮了？口罩。呸！那就是那个好玩的一切。要看干嘛看？哇，这个不会打要做什么？四月初五，你可以按阅读啊，其实。许氏小儿。什么事？这是要收账了。一别几月，你的身体是否安好？许久未曾联系，给你写来信件。什么？就是小米活泼，可是他的很性格很傲慢，担心他手上显露，所以停止教他问的。陆秋宁，嗯。我似乎记得她是陆医生的母亲，问米婆婆竟和守街人也有几分渊源。从账簿来看，这位婆婆不但问米，好像一边行巫一边行医。东岳庙守街人，东岳庙的陆氏乃姓林氏家，府上的姚护公原先便是从那里来的，但也只是从前，倒是尚未前些时候修缮了一番，还给神像。你夹着一封信，死人带书很好，看不懂。可以找人代写此信，向你表达崇高的谢意。他懂没？笑屁呀、啊！完完全全都看得懂。啊、再复长谢，就是再次代表感谢。圣医医院，又是圣医医院。圣医医院怎么？我完全不知道这种邪恶地方。我知道。可以不要去吗？不可以。为什么阳光普照，突然间变黑了？因为晚上才去。圣医。这里便是花园室了。啊，这么快有瞬移啊？怎么这个像回音那个回门的地方了？可能有连接的吧，不是吗？他这样了解回门的故事。幸亏刘洋的时候学了化学，然后这个就是回门的主角。用什么理由混进来？不是呢？啊，哪里可能呢？你们玩呢、啊？给我 Google 一下先。哎，乔素安，就是他，什么素安？你读了一次这个什么？OK， bye， 我们今天先到此为止，我们先继续回门拆回来吧。OK， bye。他一定要玩回门才可以玩的吗？不知道，还想了解回门的故事、哦。乔于安呐、啊，嗯，唉，撒谎的感觉，真不好，可真不好，我都要冒汗了。哥，你的眼睛还好吗？他好像忘记了之前的事情啊。咱们就早些回去。说什么呢？好不容易才进来这里的。到底应该找回他的回忆啊。所以他的回门的结局是他眼睛被挖掉了啊！哪里有被挖哦？人家只是看不到一下不了。那不然？哎，一盏阳灯引起不好的回忆。什么？他之前不是拿这个探险了吗？什么？啊！你竟然忘记啊！我看过。哟，在镜子里面有一个人。以味自味，以心补心，然后刺猪就补你的猪头。里面有个人。哎，明白。你有病啊！等查明真相啊！等一下，我要什么？你没有问他？问他吗？哦，你在这边查？是。啊！跳床。哟。为什么有灯要点蜡烛在这里？我不是理解这个。因为等下灯就会灭。你看他已经。That's so difficult。又来。为什么可以预知那个灯会灭的？因为我。这是预言家，听见了吗？你就是狼。小荣，你先不要乱动，我去找找看。你要拿回那个灯的吗？这么远跑回去？拿回那个灯啊？什么？谁讲了？他讲了，附近有没有灯点呐？来看了吧，他自己发亮等着我。噔噔噔！看，我就是那个最恐怖的人。呀，没啦！咦，我都跟你讲了啦，你又不信。我是预言家。为什么突然停电了呀？可是这门上的荆棘，这门上的荆棘，你已经看到门上有荆棘了吗？喂，你看到门上有荆棘，你看到这个人在吊着吗？没有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那有人。没。
为什么突然？可是，你看着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门上荆棘呀、啊！哎，厨房，那什么声音？医院阅读，陈默祥头痛，药无效，建议手术。他头痛就是手术了啦，浅眼脑出来看看。正好这个是荆棘啊，这不是草来吗？对，就是荆棘。要烧开。哦，马上变得很 3D， 之前是这样 3D 的吗？没有，之前是走。之前是左右了吧？你看，它可以前后的哦。对啊，之前雾开。为什么我的手这么大个？因为那个是你的。哟，你看里面有血的。上半身这是停尸间吧？不会吧？不知为何，心中总有一种无端的不安感。是有一点，别多虑。一时断电罢了，小荣，春风化雨。春风化雨，停了。这么 steady 没？对，你看上面。喂，有人推东西过来了。不能走了没？我要退后一点先。你不要再推了啦！不能走进去啊！走去哪里？你看不能走什么吗？不是，走去后面。你看外面有人经过。没有。你没有看到没？哪里可能？多。想肉。可以翻译吗？他想吃肉。猫。对啊，他想吃人肝。什么来的造尸？这是官嘛？这是官。死胆自谦则永无敌意。贴心。那有人。C 四一和中药摆在一起。刚刚有一个人经过了，看到了。开门。嗯。你看到吗？谁才是最恐怖的人？快拿刀出来哟！你可以走完嘛？为什么你走一步又退一步，走一步又退一步？因为我好奇这个蜡烛是怎么了。你谋啊！啊，我开店，开店就没事了呗。对。门被锁上了。陆医生是刚刚那个帅哥。里面开灯了，进回去。哦，好了。这么。深了。我好是不要开灯好一点了。妹妹，可以跟我讲话吗？妹妹，不要。要啊，你有一股腐肉的。哎，开完了。那个是手吧？手捏头，那个是你的手。啊，是手啊。妈。对呀、啊。咦。他刚刚是开着，突然间关起来。开。嗯，他吓我。传说在远古洪荒时代，世间混沌一片。后来雾气化海，沉的是沉，巨大无比。所以它是鱼还是人？从大鱼的肚子里跑出了人类。喂，瞬移啊，你很恐怖哎、欸。哟，这是影子吗？哪一个？哎，床上面了，怎么飘来飘去的？明显不是影子啊。嗯？手术灯亮起来。哦，就是那个手术啊。哇，他的头。快点。移。这样完了。哟！我看人家头，那个人没有感觉吗？哟！怎么来的？肝啊，吃肉啊！肝在头那边拿了没？对。脑吧。里面裹着哦，裹着药石。肉团。实验室是隔壁吧？哎，不是，实验室是后面。应该晚一点才玩，半夜的时候玩。我谢谢你啊，真的。仔细看去，发现瓶里浸泡的都是肉，要洗洗一下。水池里。要打开，洗一个肉肉。围着绳子的吗？要不要找那个露露露哥哥来先啊？露露露露。放肉，你开水，那人这么这个脚走啦，他无视了这个脚，哈哈，就直接，他直接，然后洗肉洗肉，然后开水啊，学学 ，OK， 放肉放肉，然后一个脚在里面摇摇摇 ，OK， 拿锁匙，为什么变绿色的啦？
喂，这个人这精神状况有问题啊。快出去，里面不能出没？不能，他想要完完全部做完全部事才可以离开。升职务了，妹妹，你还好吗？妹妹，妹妹已经死了。哟，你看，在动他。我可以动他，我去开门，我要上二楼。还要吓我了？哟，这妹妹好像鬼这样啊！哎，他走过来呀、啊。因为你一直讲阿顺一定要我走过来啊，这是。阿顺。哎呦。我劝你还是不要走啊。嗯，哎呦，你这样啊，妹妹，你可以给点反应吗？啊！你什么？给点反应吗？还不是给你反应了，现在。我知道了，我怎么说？对不起，我先走了。哎呀，跑这么快啊！怎么刚刚那个门关不到的啊？凌乱档案。怎么这个妹妹没有反应啊？没有死啊？剪碎荆棘。哦，就是拿来剪那个植物的。有荆棘哦。收到你的来信，我马上去了一趟东岳庙。你确定是岳？岳父的岳。是吧？他只是希望取回陆眠的尸身。陆眠死了没？陆眠是谁？陆眠那个手接人哦。啊，他死掉了没？刚刚那个绿色衣的不是叫陆，那个叫陆叉。竟是因为乔家？为什么？陆眠应该是上一集的人吧？勿以不孝身枉这人子皮，天地虽广大，容易恨逆足。难容然后怎么呢？不好的，要出去捡菜。什么？你要捡回下楼梯啊？妈妈来了哦！啊！对对对！喂喂喂，等一下，他就进来，我怎样？哦，我可以绕圈的，原来。现在才发现呐、啊！把它关闭。这安哥可以冷静一点吗？你在信中告诉我的事，我思考了许久。上位沉迷于食疗偏方，就是那个一直刺胆的人是吗？喂喂喂，不要这样子，一言不合进剧情。什么？还不是在你前面吗？对呀、啊，他不会给他看到，应该他看。哥哥，你笑什么？哥哥。在发梦是吗？对。Ridiculous。还醒来在。母亲不孝者，将受剜心之刑，因何如此？然后我就进阿桃姐。何为孝？亲孝又究竟取孰人定夺？身体发肤，皮血骨肉，接受于父母，往及亲至，是为背亲弃孝。当剔肉剜心。倘若我果真食肉不孝，地狱之刑我自受之。但我并非不亲不孝，我只是见不得是非不分，以黑为白。我只是不愿做跪着的孝子贤孙罢了。然后我讲了这么多话是跟谁讲的？自己。然后我妹妹。我劝你去好走啊。有肤色啊，小朋友，就是不用很多问号，我应该都有点尴尬。乔家高门不贵，富贵如你是什么说拉密码？除了这个肆意的，确定要门不能开？我不确定，我确定我要死了，好不好？看到吗？他这个大嗓，他放大嗓。何苦插手姊妹之事？怪我家风啊！那边是不是有个楼梯啊？我要被他的 mega 兵炸死啊 ！Goodbye。我在说什么垃圾？不理我就好像一样的。不理我就逃不了。那个门在那里。哦，哇，他飞出快了。就是他可以走，你吓到他。趁机挡一下吧。
么见呢？该当放眼乾坤，手起足。嗯，这里是啥也没有，我就去了那个街嘛。嗯、他这么大，他什么也做不到，只可以放手拉饼。这也是一个很好笑的设定。爹娘垂怜，无求无欲，诉诸一切。哎，妹妹，你死了。大。你看他刷冰牌在外面呢，他不会死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一个鬼。对，我是觉得。有。忤逆师，胜来反骨。我忤逆啊，我的。Next。嗯。哇，这么去了一个这么美的地方，你按了。哥，什么是玩心之行？为何你一直不肯告诉我，你在枉死城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并非想要刻意瞒你，但我确实……所以回文是讲了在王子城吗？有时候记不得。从幼时起，王子似乎常常如此。那般多的人和事，娘亲说，我怎么会突然忘记？是因着失魂病，但不过我早已习惯了。从而值得庆幸的是，我大抵都想起来了。又想想不起，又想起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他、本来是要献祭这个妹妹呀，可是他换了。别这么说。换了。说能将你救回来。回门是他救他妹妹来的。双眼睛，是吧？哪怕丢了性命，都绝不吝惜。不，我们先还回门啊。倒是你，爹娘送你去冥婚。我心里有鬼。是自小在乔家长大，可能很好玩呢。那君大人指明要我。那么这一嫁，便算是将幼年的恩情还给他们了吧？这样，便能还得了恩情吗？小荣，你看这些七福和灯。杜医生说过，冬月七十六司，寓意叫人为天命，敬鬼神。不行恶事，可实际上呢，人若是丧尽天良，不惧恶报，又会信他几分呢？天命，鬼神。仙人怕是也料想不到，人心已不是报应可约束得了了吧？我倒宁可相信，这双眼睛，才是对我真正的惩罚。为什么要惩罚？为忙，如果我没有忘记，如果我早些看到二姐、小五、徐伯，二姐、哦、小五、徐伯他们都死了，三姐也疯了。我知道了，因为他的眼睛可以看到鬼啊，妹妹看不到啊。看不见自己活在一个怎样的世道里？记得小时候，他讲眼不见为盲哦，他眼睛不是受伤了没？一直看到一直看不到，可能妹妹看不到吧？你看如此冷静，有这一派风骨，看来我们要还回门了。真的是鬼帝次子呢？看来你要开门了。明明而死。如若没什么可信的，便信自己吧。人生苦短，总该好好为自己而活。嗯，马上体验了，这样。又是一年春，你要买另外的 DLC。没有啦，明童。Ghost Eye, I told you. Ghost Eye.